楼下漏的很厉害，然后整个墙都湿了，是他叫我上来看看的，我方便进去吗？还做出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，为了市政府的彻底命令，我们自来水公司决定于公元2000年凌晨零时开始，针对疫区采取断水措施，希望还居住在疫区里的居民不要再犹豫。谁在你怀里沉醉？